现在是夏天，给大家对比一下盆栽和地栽的区别。我这个已经是开爆的一个状态，这是地栽的两颗月季棒棒糖。跟大家说下原因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底部的土壤是晒不到太阳的，所以它的毛细根会继续生长，从而达到这种开爆的效果。当然它的花会比春花小很多啊，因为是夏天，所以它的花苞发育的会非常快，导致它的花会变得很小，但是不影响它开花，还是花量这么多。如果你有地的话，地栽在这种小花坛里也是可以的。像这颗是海参王啊，这个芽点没有修剪好，所以它没冒出花苞。像这个是一串啊，多头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根笋上面有多少花苞，基本上就是一大把，还有很多花苞没有开啊，这就是一根笋的魅力。所以有地的话建议地栽啊。好，喜欢可以关注我啊，谢谢观看。